我坑是467。你的坑是467？你还是站在三边吗？什么意思？还是你口误？七号刚刚去投了饮水，反正等一下可以听你表水嘛。因为我觉得十号是一直发言很奇怪哎。发言这种东西，我们用很严格的方式来定义十号啊，十号没有一场可以活到超过第二天，所以我所以你知道我是对他是会有一些包容度在的。那你看嘛，我刚刚认为十不是狼，六不是狼，九听完发言可能不是狼，八是女巫，你是金水，我是好人，我的坑只剩一跟五，所以我投票在五号上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他其实两轮发言真的都不过关，可是我也在想说这个包容度跟他给人的这个感觉。像他刚刚的发言其实也不太好，但我不知为何，我觉得九很像狼，还蛮常走心的啦。但是我的走心也走得很快，哦，就是一下子来得快去得快。对，比如说你方 Q 这种个性的人，你走心会是什么表达？对啊，你会讲出来？有分场合，就跟他们的话，我不太会有什么那个，就是什么不讲。对，哦，直接讲，直接沟通，对，他会讲，比如说会是那种，啊，如果我们不做这个选择的话，我们干脆都不要这个，有时候会这样，那就不要。喂，那他讲完，那你们怎么回？怎么回？好啊，都不要。我就会这样，因为他是那个射手座吧，就是其实我觉得很好相处，就是直来直往的人，我其实比较好相处。了解，没有方克，如果小要哦。你不会更气吗？对啊，我就走寻走到走出恋团世界。有这个有态度。